国还有马来文化。那是否可以邀请各位给台上的舞者一个最热情的掌声呢？那么提醒各位哦，在我们今天呢为期四天的比赛的最后一天，在我们的马来西亚馆，等一下还有我们的最后一场来自马六甲的舞蹈表演团的最后一场演出。